不指标，独留一世，这是武林中的绝学，我们开山明之路。我做美国的参加大家村子的四团了呢，唱一个四团出来，哎，安尼照常安尼演，但是结果呢，你要保存记忆，但是呢，啊，了特别怕大意，因为大意特别开，所以我也怕心理。啊，因为所以迄出就是叫做现象者，现戏出，我这边去用我的戏出，逐摆来我哋家拢记录，而且逐摆会拢做用心，所以咱都挂念心。这就是安怎，这就是注标戏出甲艺术啊，种种伊这个方面的变化。即马观众希望你去演，所以一个来就让你去背来讲，文件会讲，文件会注意讲起来一句话，文件会注意串一句话，哎，就是无人安尼。Thank you.